欣赏有能力的男人有错吗？Thank you.
祥，我保证不伤萧家一人。投降吧，快拿走！欺负萧炎哥哥的人，我都不会放过。难道你？算了，萧炎，背后一定有隐情，放他们走吧。你以为我会感激你？Thank you.